小孩在这儿呢。宋哲是无罪的，宋哲是正义的，是有爱心的人。他无罪没有犯罪，不应该把他关起来。请求立即释放宋哲。宋哲，宋哲是冬天宋哲老师，他违法棉那个冬天发棉被子发棉袄。宋哲是跟这个许志勇。 他们是一起为百姓、为访民，是一个正义的人。哎，超恨英语，难道犯法吗？不应该吗？叫把我们这些原民要关起来吗？社会需要正义，需要爱心。难道这样不对吗？很没有办法，没有犯罪。就因为宋哲老师放这个，放这个法则，所以说才被抓走，被人家想用这样的方式，多次就我两次，那就我两次。 就因为宋哲有一正义感，冬天帮我们发棉被，发我们来年都是也是，他是正义的，应该立意释放宋哲。他们说的什么？说的是压迫，强烈要求释放宋哲。什么政府？这个宋哲老师没有罪，他帮助了我们，就是这样。 现在就是，就是中国有中国有。